很特别的、哦、你看这里是这样子排的双扣，然后呢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设计感，它是软料斜纹布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穿，弹性度非常的够。那再来的话呢，你是比较小资的女生，其实你可以折个一到两折，它的下摆对你来说没有负担，所以你喜欢利落一点，折起来也很好看哦。屁股的部分一定要给你看一下，它不紧身，因为它就是软料斜纹，所以呢在屁股的诠释你们都不用担心，你看还有这么多的空间给大家哦，都分尺寸正常戴就好了。你可以看我现在还是落在我肚脐左右的位置、哦、还是穿成中高腰，所以比例是不会被破坏的。浅色的部分当然建议大家穿浅色那组，不过我觉得这个面料好像不太透，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懒的话好像也还好。它从大腿到小腿是一起直下去的，但是不会让你显胯宽，也不会让大腿紧绷，我觉得它控制的恰到好处的裤子哦。